然后而且啊，就是很喜欢，就是有我的 partner 跟我一起，就是我的吉他啊，或者我的钢琴。如果就是可能要我站在这边，然后拿着一支麦克风在唱，我可能就会开始紧张。但是我只要碰到我的乐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轻松的感觉。你们听到吉他有声音吗？对。好，接下来呢，我要带来这首歌呢，是在专辑里面，在专辑里面呢，它有两个版本，就是一个版本是就是有整个，一个版本呢就是有整个乐团一起就是的编曲，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只有木吉他。然后那是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那时候是我们先录好了第一个版本之后，然后我就是到处去表演啊，然后现场表演的时候就只有我自己跟木吉他，然后后来就是公司人听到只有我自己跟木吉他这个版本，就觉得其实这个版本很好听哎，你要不要收录进去？然后我就当然好啊，因为就是自己当然很喜欢自己就是弹出来的东西，然后所以收录进去的时候就变成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我自己的编曲，就是这首歌木吉他的版本，然后这首歌叫做《附和》，希望大家会喜欢。木吉他声音是吧？
谢谢，附和。